先生你好，您的咖啡。先生，一共93元。不用找了。哎，先生您好，要点单吗？坐吧，你可以看一下，我帮你推荐一下，这款是我们特别人气的果汁，而且特别好喝，越喝越帅的。先坐了，当然是先点了，先点啊，先点啊。哎，别别吵，先坐。李云涛老师带着福利来到了现场，一会儿将送来一位帅到让所有女人都疯狂的鲜肉级男生。接下来，两位女生要接受三轮考验，让自己改头换面，到底谁能获得约会的权利，得到神秘福利呢？任务一：蒙眼抢夺化妆品，用战果打造自己的妆容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开始了我们今天的第二站啊，就是到了我们一个特别牛的化妆品的店里啊，里边有各式的化妆品。那今天呢，在这里呢，老师呢还要给你们一个惊喜。这个惊喜呢，当然跟我们刚才男神不一样啊。这个惊喜要考验你们俩的技巧和技法，看看你们俩有没有本事呢，真的把这个我们的男神锁定住啊！来来来，请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考评的惊喜台前，二位先坐。看到我好紧张的样子，对，好紧张，考试了。那今天呢，老师呢，在这个面前呢，给你们准备了很多最新款的彩妆品啊，你们要用这个里边的彩妆产品，给自己打造一款妆容，但是有条件，不是所有的产品呢都可以被你用到，你们呢要来抢一抢，来上我们今天的黑衣人。什么节目？这什么意思？哎，我来检查，我来检查一下啊。姐姐，不许偷看！现在是好姐妹，可不代表下一秒呢，你们还是好姐妹。要上演后宫甄嬛传，我就后宫甄嬛传，我就不要早就。你们俩从来就不是好姐妹，太好了。都是我的。三，二，别着急，不许动啊！你也不许动啊！我没动啊。来，三二，1.5，别着急啊，1.5啊。好，哎呦，这里边好像还有一个呀！哎，对不起，我到了。哦，我抢到了。我这都是什么东西啊？眼线笔也没有，口红也不对。没有口红这个事情，我真的是很介意，因为我一直是出门必须带口红的人。这颜色丑死了，我连眉笔都没有，没有眉毛怎么活得下去啊？我平时出门一定要用眉笔，我今天没有抢到，我真的崩溃了，这节目组坑爹！哎呦，烦死了！好了，你们俩不要抱怨了，我看你们画成什么样子了。老师，哎呦，我的天哪！没有。但你们俩刚才为什么抢的时候不要抢到呢？抢不到，大琪琪。行，没关系呢，我今天呢还会帮帮你们。那今天我们高爽呢没有抢到眼线笔，所以呢云涛老师呢就用我们的神奇的眼影呢代替我们眼线笔呢，缔造出更加深邃的眼睛的眼神，就可以博得我们男神的情怀了。那我们琪琪呢今天没有抢到眉笔，没有眉笔呢当然也可以画我们的眉形了，就是用我们的眼影粉，那么眼影来代替我们眉笔呢，也一样可以缔造出呢非常完美的眉毛了。琪琪，干嘛？那怎么能这样子呢？上来就亲我，那么恶心，受不了，真受不了。看到琪琪的嘴唇上是我喜欢的大红色，我就不顾一切的拼了。Sometimes we'll sigh, sometimes we'll cry. 那现在呢，你们有1分钟的时间可以选5身衣服，但只有1分钟啊。现在呢要听我的指令，赶紧去选你们的衣服吧。3、2、1。
在呢，在你身边呢，就是你们选出来的衣服，但是呢，远远不够，因为真正见证奇迹的时刻呢，就是，来来来，二位呢，先换换位置。这是什么意思？那就是呢，你有一分钟的时间，穿上对方为你选的衣服，只有一分钟啊！现在已经是60秒。任务二：从对方选用的衣服里挑出适合自己的约会服饰。59秒，58秒，57秒，赶紧哦！现在52秒了。他选的衣服太露了，我有点不敢穿。包括换衣服，包括换衣服。怎么选什么颜色？50秒。说到选衣服，这个真的是三条冷汗。我本来选到就是比较符合我风格的、比较成熟一点、性感一点的衣服。啊，赶紧去换，去换啊！10秒。你干嘛？好着急。我不搜，还有45秒。啊，我就这个吧。还有40秒。喂喂喂，他已经去换衣服去了，赶紧的，你还有35秒。男神离你越来越远了。3、2、1。哇，你们两个完全没有惊喜到我哎。是吗？哎，可是你的好姐妹为什么要穿羽绒服？我真不想嘲笑她。对，哎，你不穿这么丑还想跟我抢男神？孤傲的这个冷艳的，今天怎么回事呢？你是不是很带咒恨她为什么要选这样的衣服？你为什么要选一个透视？是透视的吗？你这么想看看？哎，我不看了，你想看一下。哦，好像是有一点点痛。我觉得虽然今天啊你们俩有点对立，但是我们还先帮帮你啊，先帮帮你。来，我们来试一下这件啊。好，我们劝你变身的成功啊。那我呢，老师，哎，还有救吗？今天高爽呢选的这身衣服呢过于素雅，所以呢我们给他搭了一身呢有武媚娘娇武则天气场的一个外套，马上呢让他既女王范儿呢又很性感，赢得他的男人心。好了，在李文涛老师的一整套改装后，两位女生已经造型完毕，到底她们谁能得到男神的青睐，获得咖啡，成功约会呢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觉得他会选我。今天呢，我要带来最后的这个神秘的礼物给你们。就是你们的爱之吻。我是可以亲男神了吗？你是可以亲男神了，来吧。